我非常感谢苍天把我所有的路都死了，就让我从这里走。他的生命就像花一样在绽放。我的人生经历的那些苦难，是可以作为一种精神的粮食，让大家来分享一下。他没有经过商业的包装，他就是很朴实。我就是说，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，就只要反复化有得到一点进步，哎，高兴，知道吧？这只小狗狗没有妈妈了，它把它抱在那里。那么另一只猫咪呢？它就想我也要得到一点爱，它也靠过来，你看它眼巴巴的，充满忧郁的，看着那个母亲，母亲头高高的熬着。抱着这一只小狗，这只猫靠在它的翅膀上面，然后就说有我在，别怕，妈妈爱你们，知道吗？这张油画名为《母爱》，它的创作者名叫王柳云，是北京市东三环附近某写字楼的一名保洁员。我就要老一点，酷老酷一点，反正我老了，我不管做什么，就像小孩子做什么样，我爱咋咋地，随便他们笑笑。王柳云是湖南省新化县人，今年56岁。2019年，王柳云来到北京，一边做保洁，一边画油画。前段时间，有媒体报道了王柳云的故事，此后人们记住了这个有梦想的清洁工阿姨。王柳云每天的工作从早上6点开始。他必须赶在第一批来写字楼上班的人到来之前，把20几间办公室、4个卫生间和3个楼层的地面全部打扫完。都是9点，人家8点半就来了，所以我们基本上6点钟就开始，哪些没干完的，哪些当紧的，先赶紧把它弄了。除了早中晚3次打扫自己负责的楼层，王柳云还要与其他保洁员共同打扫大楼公共区域的卫生。白天只有2个小时休息时间，我就是说做得更快更好，让人家3方都没有意见，是吧？那么我就才能够心安理得地。因为本来我们中午有2个小时的休息，我是拿来画画的。出来这里打工时，王柳云只有在下班回到出租房之后才能提起画笔。出租房面积小，环境吵闹，反倒是写字楼里这个相对安静的杂物间更适合画画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是在家里帮一个平方米这样画的，就是根本就静不下心来了。后来我就打这个大厦的主意了，慢慢熟了。到过年不是放5天假吗？我就蚂蚁搬家一样，把我的那些东西全部搬来了，搬来了就是在那个工具间里面偷偷的画。虽然尽可能小心翼翼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大厦的物业管理人员和一些租户还是发现了王柳云的秘密。那些楼层里面，他们物业的那个工程部是要修理这些东西吧，每个月要来检查，人家也早都知道，那不做声。然后租房的这些公司嘛，这个阿姨会画画啊，我们早都不知道，哎，只要他高兴就行了，把我们的活干好就行了，知道吧？大家的宽容让王柳云很受感动，于是王柳云经常下班后也不回家，甚至有时候一画就是一整夜。2021年初，王柳云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络平台，油画爱好者周志毅偶然在朋友圈看到了王柳云的作品，感觉就是他是有一些那笔触比较的拙朴，然后它的颜色有点像印象派吧，就是那种堆叠的那样子的一些色彩感，那个很强。再就是他画的那些家禽非常生动。周志毅主动联系王柳云购买了几幅油画，还不时与王柳云聊聊艺术创作。我就说你现在画风景为什么要画风景呢？为什么不画农村的这样生活呢？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画呢？反正他就跟我在那里辩论吧。你看他非常惊讶，非常无奈，所有的表情都在他的眼睛里。画画就这样，把我的病治愈了，我把自己忘了。
通过我跟他的一个交往，我也是觉得他是一个有着非常不屈或者倔强的灵魂的这样的一个人。周志毅有一位从事媒体行业的朋友，在听说了王柳云的故事后深受触动，对王柳云进行了专访。2021年12月，文章一经刊登，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转载。哎哈喽王姐。哎，向老师你好。还有这位。哎，你好王姐。这个化石要进博物馆了。媒体报道了王柳云的经历后，有人慕名而来买他的油画。王柳云趁着周末约客户到他的画室取订购的作品。对，我告诉你，全国唯一的。这个画是太有味道了，还有腊肉。对。是不是？问题是他还没看到这个客厅呢。哦，这还是客厅，这是客厅。这是客厅。这个客厅是主卧。王柳云的油画价格在300元到800元之间，最贵的一张曾卖到2000元。在这个之前，我就是画了幅海嘛，那幅海很多人喜欢，我有成就感，是唯一一次就是有成就感，就是那个海。当风吹起来的时候，近海处我眼前的这个水那个浪会被那个风把它吹起来，形成一种雾非雾水非水的那种状态，这个浪是非常难画的，搞了几个晚上画出来啊，我认为我了不起。去年王柳云的丈夫老林患上脑血栓，失去了劳动能力，只能依靠王柳云一个人打工赚钱。王柳云卖画的收入可以用来贴补家用，不过这部分的收入并不多，绘画也只能算是王柳云的一个爱好，远不能成为一份职业。王柳云和丈夫日常的生活依然有些拮据。这胡萝卜我就连它的根都吃掉了，我就把这个豆腐放到里面兑一点酱味，兑一点酱味，有什么办法就把它全部杂七杂八弄在一起，就这么简单的快乐的活着。王柳云与丈夫老林在朝阳区安家楼附近租房住。2022年6月，为了配合所在社区的防疫工作，王柳云暂住在写字楼附近的临时宿舍，每周到出租房给老林送些生活物资。这是人家剩的东西，我拿来给你，你还又买来又买来。你不要吃啊你。那个有，我们还有啊。拿了东西就走了，也不感谢老婆一下呀你。别来，这里封控居然，你赶紧回去，真的。封控啊，还要瘦你。啊，你转弯嘛，你去吧，你小心一点。我知道了。啊，你小心一点嘛。有网友了解到王柳云生活的不易，对他表示同情，但王柳云却认为，不管多么艰辛，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到生活中的美。就没有什么孤独，也没有什么幸福不幸福，没有什么满意不满意，我们眼前只看那些好的东西，只想那些好的东西，哪里有时间去记忆那些不好的东西啊，是吗？知足常乐是王柳云对自己生活态度的概括。很少有人知道，曾经的王柳云是湖南省新化县小有名气的生意人，而他学习油画也不过仅有5年的时间。非常开心，也不觉得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真的画画就这样，能够治愈人的灵魂。他至少把我的灵魂治愈了，把我的病治愈了，我把自己忘了。王柳云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让他从一个生意人变成了清洁工？他又是如何走上绘画这条道路的呢？我非常感谢苍天，把我所有的路堵死了，就让我从这里走，必须只有这条路口走，走不过也要走，走得过也要走。王柳云说，自己小时候家境困难，为了改变命运，他学习非常刻苦。可惜最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。
在那个时代就认为只要我一直有考一个学校就是有一个正式的工作，赚一点钱才是一个出路，所以一没上大学了，哎呀命不好。虽然高考落榜，但是王柳云并没有放弃生活的努力，一有空他就跑到邮电局翻阅各种杂志。一次王柳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，介绍了湖南邵阳一位农民如何靠种树和卖树苗发家致富。然后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以后，我就跟他写信，写信写了好几封信以后，我就要求啊，要求要到他那里去学习，他就答应了我。在邵阳，王柳云跟着这位师傅学习种树技术。1987年，王柳云学成之后回乡创业，很快成了村里的首富，还带动了一批村民致富。就是那一年春天，把他们钱收到以后，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庄就一次性买了8个电视机，都是17寸的，还是我们湖南长沙产的名牌。王柳云告诉我们，同样也是在1987年，他在外出谈生意时结识了一位苗木商人，两人恋爱并结了婚。不过这段婚姻生活并没有他预想的那样美好。他到了外面和别人，哎呀不得了，显得非常文雅，显得非常有教养，一到家里就开始折磨你，这样。王柳云说，那段时间他非常痛苦。我是求天喊天喊的急，这个东西也不然摆不掉，摆脱不掉啊。王柳云说，多年之后，当他拿起画笔的时候，也将这段经历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之中。你看他的太太，或者是他的前女友，或者是现任，你看他的眼神怎么样？你想咋地？这个眼神，这个表情，这个肢体语言都是很强势的这个样子。这个食盆子就是猫的所有的食粮，是不是？你看他非常惊讶，非常无奈，所有的表情都在他的眼睛里。那个时候哇，就是好像放了一个人一样的嘛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，哪有这样第一次画一幅风景就画得好。如果人家从我的痛苦里得到那种力量以后，他不痛苦了，这才是我理想的状态。让王柳云意想不到的是，在这段婚姻持续7年之后，丈夫因为车祸而离开了她，两人经营的苗木生意也在此之后由于疏于管理难以继续经营。为了养育6岁的女儿，王柳云前往浙江打工，认识了第二任丈夫老林。两个人认识的时候经济条件都很差，但是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。他比我小3岁，他真的很善良，什么事情都由着我，他也只有没有什么多大的能力，就是养活自己，哎，可以。王柳云和老林结了婚，2017年，两人还清了盖新房所欠下的债务，女儿也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王柳云感到如释重负，身上的担子轻了不少。反正我觉得我可以，就是说，哪怕我身上没有钱，我可以自由了。此时，王柳云注意到一则新闻：福建省平南县政府为了拉动旅游，招募全国各地的人去当地的古村落画油画，并免费提供画笔和颜料。王柳云产生了学习绘画的念头，他带着300块钱奔波900多公里，前往福建省平南县，开始了绘画生涯。那个时候哇，就是好像放了一个人一样的嘛，好像活了第二次来到人间一样了，画得非常起劲，就自己觉得就好像找到了另一种宣泄的口子了。白天，王柳云在古镇里走街串巷、游山玩水，看到感兴趣的景物就仔细观察，记在心中。我就是说我看到那个东西，他说哎呦这么好看，然后我就蹲下去像小时候一样，我为什么画不出来呢？我要不回去试一下，然后我就拿手机拍了，就回来试，就这样反复画，又得到一点进步，哎，高兴，知道吧？王柳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绘画训练，只是凭借直觉在画布上表达自己的感受。没想到他画的第一幅风景就被当地一名画商看中，
我也还是不相信，我说哪有这种事情啊，哪有这样第一次画一幅风景就画得好。结果真的他就把我卖掉了，卖150块钱，这对我非常大的鼓励。画的价格不是重点，盲柳云更在乎的是他的表达获得了外界的肯定。2019年，盲柳云与丈夫来到北京打工，在打工期间，她将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绘画。这就是写猫的梦想，或者有梦想的猫。对于我猫来说，没办法，我也许健身健事也飞不起来了，但是我可以有梦想嘛，是吗？梦想无限宽广，所以把这个茧弄得少一点，给它天空宽阔一点，要这样。盲柳云的绘画作品和她的故事打动了很多网友。她没有经过商业的包装，她就是很朴实，很原生态，很原始，但是她又充满了那种力量感。她找到了她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，她找到了自我之后，她那种状态，她的生命就像花一样在绽放。这种不断的是追求自己兴趣爱好，然后让自己的内心更富足的这样一种精神呢，我觉得对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。盲柳云经历了人生的各种考验，如今56岁的盲柳云漂泊在外，仍然乐观面对生活，用他对梦想的美好追求和勤奋的画笔，记录人生，传递美好。我的人生经历是可以作为一种精神的粮食，让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因为很多人活在痛苦中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所以如果人家从我的痛苦里得到那种力量以后，他不痛苦了，哦，是这样的，一种反作用力，我这才是我理想的状态。